不羁怎么还不回来？是不是深山大寨出了什么事儿啊？望上天保佑我儿平安无事吧。 娘亲，娘亲，孩子，怎么了？你回来了，回来就好。我没事儿，没事儿。我向凤宁去休息吧。好。你今儿晚上怎么了？回来这么晚，挑担也不见了。娘亲，孩儿不幸，在世上闯了祸。 你闯了什么祸？快起来，告诉我。也不知怎么会发生这么倒霉的事。我挑的柴担给人碰跌了，扁担一只，就打死了前面走着的王相。怎么，你打死人了？我给官差画地为牢，囚在世上，等候官甲发落。这是人命关天的事儿。 这可怎么得了啊！你是逃回来的？这倒不是，是侯爷路经那里，见我挂念母亲，哭得可怜，所以放我回来，待我安置好母亲，就得回去偿命。孩子，这是他赐给我的安家费。孩子，你从小老实。 怎么会遭此无妄之灾？要是你丢了性命，为娘还能活，这银子要来有何用啊？大哥孩儿命该如此。今儿早在波西边见到一位垂钓老人，他就断言我今天必定会打死人。当时我还笑他胡说八道。 谁知他还真有此先见之明。有这样的能人，他叫什么名字？他姓江名上，道号飞熊。孩儿当时还笑他不自量。一个垂钓的老头，娶了一个古圣贤的道号。孩子，我看那老头一定是个高人。他能未卜先知，就一定是懂法术的人。 赶明儿你去求他，请他想办法，好给你消灾解难呐。为侯明珠因此间，习惯了水，绕青山，黄庭两卷小长洲。 但凡清查，也还你。无知村夫，叩上江老爷。有话起来说。你就是昨天那个樵子？是的，昨天多多开罪，请江老爷海量海涵。怎么，你昨天真的打死人了？江老爷真是未卜先知啊！ 我上有高堂要侍奉，我死母必亡。万望江老爷可怜我母子，救救我母子的性命吧。这是定数难移，我怎么能救得了你？这，望江老爷大发慈悲，救我母子，来生愿为犬马，以报大恩大德。你要我救你？ 那你就拜我为师吧。师父，拜见师父，拜见师父。好，你起来吧。哎，现在你我已经是师徒名分，弟子有难，为师不能不救。无极，你立即回家。
在你床前挖个坑，黄昏时候你睡到坑里去。孩子好了吗？好了，马上就好。急，孩子，这三大夫，我们找了这么些天也没点头绪，也不知道是否有这么位闲人。侯爷梦境显示不会有错的，何况又有仙人指点，我们耐心的找，一定会找到的。拜见散大夫南将军。有什么事吗？前天在市场上打死人的那个武吉逃走了。逃了？在我们西岐从来没有人敢逃狱的，这个武吉竟敢触犯我们的刑法。你去找过没有？都找了，连他家附近的人家也都找了，都说没看见他。好吧，这件事我们自有主张，你们先回去吧。是。侯爷一片好心，让他回去安顿母亲，他倒趁机逃走了。他逃走了？是的，我们不能放过这刁民，不然西岐的法纪就被他破坏了。一定要把他抓回来，以正国法。就请侯爷起一刻，看他逃到哪儿去了。好的，我来起他一刻看看。哦，原来他已经死了。啊，死了？那怎么没人知道呢？是从悬崖上摔下去死的，卦象显示尸首在一个深坑里。那武吉虽然弄出人命，但也是个孝子啊。我们要安抚他的母亲。赶快派人送20两白银给武吉的母亲。是，侯爷。这是我们侯爷送给您做安老费的，请您收下吧。谢谢侯爷，谢谢侯爷对我们子民这么好，真是大恩大德呀！祝侯爷福寿无边。好了，我也要回去交差了。谢谢官人，请回去代老身多多拜谢侯爷。知道了，您老多多保重。吴大娘，我们就住在村口，你要有什么事儿要做，尽管来叫我们呢。谢谢二位，我们告辞了，大娘保重啊。哎，谢谢二位。娘亲，怎么样了？我看这事儿已经过去了，你看。侯爷派人送了银子来，他们以为你死了。蒋老爷的法术真灵啊！他真是一个奇人异士，你快去向他拜谢，以后要执师徒之礼啊。孩儿知道了。谢师父救命之恩。起来。
你既然拜我为师，就该听我的教诲。我看你这打柴的买卖也非常策，还是跟我学点武艺兵法吧。师父，学武艺兵法怎么能赚钱过生活呢？哼，我看你有将才之相，日后必定大富大贵。啊，我有将才之相。将星出现，时机终于到了。哎呀，按照卦象显示，今日去波西定可找到应梦的闲人。那我立刻叫随从去准备快马。好。钓鱼悠悠哉，直钩钓鱼悠悠哉，悠悠哉。谁见过鱼钩不打弯？来来来，干活了，干。那拿过来，咱们就。哎呀，你们闹什么呀？好好干活，别浪费时间。这位大哥，你们唱的歌是什么人教的呀？你问我们唱那首歌呀，是一个老人教的。哎。这老人真好，又有学问，就是不知道他干嘛要在这儿钓鱼。这位老人家现在何处？对呀，哎呀，这两天都没看见他呀，就像神龙见首不见尾啊。大哥，我们都是来找这位老人家的。请问这附近有什么地方可以歇下来？我们要在这儿等他。对。那儿有间小屋子，你们要不嫌弃，就到那儿歇着吧。那就请这位大哥带路。是啊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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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带他们去一下啊。哎，大哥，在这儿慢慢干活去吧。哎，哎，走吧，走吧，走吧。哎，咱们走吧。谢谢啊，咱们走。再见。哎，你们慢走。多谢，多谢。哎，慢走啊。哎，哎呀，就是这儿啊。哦，这间房子好久也没人住了，平时我们就用来堆放点杂物。哦。哎，我看你们就在这儿歇着吧。好好，谢谢你啊。侯爷，请。我看你还是富贵人家，怎么到这儿来找这位老人家？他跟你们是亲戚？不，他是一个天下人都需要的人。我看这里不适合侯爷休息，我们还是回镇子上去吧。不，我就是在这儿等他。今天不找到这位闲人，我绝不回去。你看这，那好吧，你们立刻把它打扫干净，好让侯爷休息。是。侯爷，就让我跟南将军分头去找吧。赶快去，一有消息立刻回来报告。是。南将军，你往东，我往西，我们分头去找。那好，不管找到找不到，天黑之前我们都得回来。好，去吧。愿这山沟，哎，我想采大鱼。
不来啊。老丈，小鱼来。老张，老张，宁在直中取，不向曲中求。宁在直中取，不向曲中求。直狗，怪事儿。哦，侯爷，怎么样？侯爷，我在西边碰到一个老丈，他用直钩垂钓，我几次上前询问，他都不予理睬。他口中自言自语的说什么？宁在直中取，不向曲中求。宁在直中取，不向曲中求。是他，我看就是他。哎呀，我明白了，应该是我亲自去请他才对呀。你这事儿我怎么给忘了呢？事不宜迟，你带路。咱们马上就走。是，走。侯爷到了。哎，人呢？哎呀，是不是这儿啊？哎，刚才我还在这看见他呢。哎，怪了。会不会是他嫌我怠慢，不肯见我？西耶，道古怪耶，只够那个钓鱼。那不是在市场上打死人的武吉吗？只够钓鱼又。这是怎么回事儿？难道我的卦会不准？我明明算了他是坠入深坑的。等会儿，让我试试。武吉，啊，站住！你这个刁民，原来跑到这儿来了。把我们骗得好苦啊！抓你回去，罪加一等。南将军，我先放开他，叫他说个明白。哼，侯爷是这样的，有一位在这里垂钓的江老爷，那天说我进城会打死人，我不信，谁料还真的弄出了人命。后来侯爷放我回家，母亲为了保存孩儿的性命，叫我去求江老爷。江老爷收我为徒，叫我挖一个坑，自己睡在里面，这样可以逃过此劫。那一定就是他。哎，江老爷子现在在哪里？快带我们去见他。好吧。啊，我跟师父就住在这儿。那好，带我们进去见他。嗯，师父，师父，侯爷，师父不在，大概到西边垂钓去了。刚才我还见过他，可是带侯爷去的时候，他却不见了。走，咱们再去找找看。哎。哎，侯爷，你也出来了。我已经见过那位闲人了。哦，可我回去通知侯爷，再回来他就不见了。哦，那总会在附近的。哎，你们看，啊，哎，对，就是他。快走。哎，好。
西风起哦，白云飞，日已没，江夜微，有风鸣哦，明主县，侯爷，吹干就是他，知我这心。打扰江老爷的雅兴了。哦。渭水河畔等候已久，贤侯终于来了。哦，原来是这样。既尝九牧先生大才，今日总算得见先生尊严，实乃我稀奇之幸啊。江上老朽匪才不堪顾问，先后多次寻访必有所命，还望侯爷明示。明示不敢，直言说吧。既尝囚禁有礼，整七年。纣王无道，我是亲耳所闻，亲眼所见的，应上不亡，事无天理。但是，侯爷但讲无妨。但是，我不过是一方诸侯，身为人臣，我又能怎么办呢？想必先生也是知道，我是以仁义治天下的呀。哦，先后如此真心明节，可亲可敬，但眼看万民置身水火而不顾，又有什么仁义可言呢？这兴师伐纣乃是顺天应命，先后若是无此大志，又何必来寻访我江上呢？你看怎么样了？可能有点眉目了吧。老夫夜观天象，兴举义师征伐暴君者应出在西岐，先后何不顺天行事呢？先生所言极是，使纪昌茅塞顿开。先生答应助我拯救万民，实在是拜谢了，请先生跟我回西岐去吧。蒙贤侯不弃，将上遵命。果然正气聚合，必出明主。恭贺贤侯，凤鸣岐山，天意可见。贤侯决意救民于水火，就当立国称王，率先举正义之师，讨伐无道商纣。我要是立国称王，那四方诸侯将说我大逆不道啊。侯爷，天下世贤者得知，侯爷治国以仁，希其民安国富，将希其之道放到朝歌去，令万民过上安乐日子，那怎么是大逆不道呢？是啊，侯爷应该顺应天意，替天行道，此乃天下万民之福啊。
先后不必多虑，还是决定立国救民吧。西伯侯姬昌正是立国称王，号称文王，国号为周。姬发，恭贺父王。臣恭贺文王。恭贺文王，庆贺文王。江先生，江上参见文王。江先生有不世之才，胸怀奇谋妙计，在我开国之初能得江先生的辅助，是乃我周朝的大幸。今封江先生为我周朝的丞相。江丞相，谢文王。南宫将军，臣在。封南宫氏为我周朝辅国大将军。谢文王。封散生上大夫为安国侯。谢文王。武吉在。以往之罪不究，令你戴罪立功，封你为副将。谢文王，谢文王，谢谢文王。快去禀告，我有重要事情报告王爷。跟我来。王爷，禀王爷，西西探子有重要消息回报。快领他进来。是。禀报王爷。啊，西岐那边有什么行动？姬昌以自立为王，国号成周，自称文王，并封姜子牙为丞相。姬昌立国，姜子牙相周。王爷，姬昌竟敢如此大逆不道，背叛朝廷，望老夫当日助你回归故里。哎，成汤600年的江山，绝不能让你们破坏。什么？姬昌自立为王，岂有此理！姬昌还封姜子牙为丞相。可恶！可恶！区区姜子牙何所惧？王叔不要危言耸听，令代王担忧。现今刀兵四起，倘若姬昌也起兵叛乱，那恐怕什么？我要先发兵把他一举歼灭。代王息怒，发兵之事还需三思啊。代王，现今天灾连年，民贫军乏，无必胜把握，不可贸然进兵啊。代王，东面将文焕被钳制，按兵不动，文太师即将班师回朝。大王，我看还是从降计议。姬昌何能？姜子牙何物？井底之蛙所见不大，萤火之光其亮不远。大王，暂时还是以静制动的好。好吧，等太师回来再说。
王，什么事情让你闷闷不乐呢？你不开心，我就更不开心了。大姐，你不要不开心嘛，我陪你喝酒好吗？好吧。来，愿姬昌这逆贼早日被铲除。好，我们干一杯。启禀大王，北伯侯到，传他上楼来。是。如果我想的不差，大王将可快乐无忧了。啊，大王，臣奉命监造露台，今已完工，特来复命。你真是料事如神呐。非你之力，露台不能如此快速的建成，应当重赏。我提议送北伯侯千里马一匹，黄金万两，以致其办事神速之功。好主意，我现在就赐你千里马一匹，黄金万两，伴你回蜀地。谢大王，谢王后。露台已经建成，理应及时行乐才好。这是当然了。来啊，在明天露台上设宴。啊，好宏伟啊。走，我们上去看看。露台今已建成，这是大喜事，请大家共同来干一杯。干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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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Thank you.
美人曾经说过，露台建成之时，自有仙人到来。今露台已经落成，仙人何时可来呢？神仙仙女须待月色圆满，光华皎洁之时才肯到来呀。后天便是十五，一轮明月必定生辉，我一定要在这里会会神仙。那好啊，来。姐姐，姐姐为何突然到此？有事需要你们相助，进去谈吧。姐姐来了！姐姐，你在宫中享福，何尝思念我等在此度日凄凉？为姐的哪有不想你们的？那你也带我们到宫中享享福啊！是啊，姐姐在宫中是有事情的，不是享福。难道姐姐想离开你们吗？我今天来此，就是请你们去赴王宫的宴席。姐姐为什么带众姐妹入宫？难道不怕揭穿原形？天子造好露台，要会神仙。我想姐妹们会变身，化作神仙去赴宴。一来大家可以玩玩，二来可以替我解解难题。太好了！每晚设宴，后天晚上月圆之夜。哎呀，太可惜了，后天晚上我要上山炼丹，不能去呀。哎，他不能去，我们是呀。大家放心吧，就是后天晚上绝不更改。你不要着急，以后有机会单独带你到宫里玩，万万不可耽误炼丹之事。大家记住了，当晚化作仙子，可千万不能露出原形。是。妲己。大王，你醒了。妲己。嗯。明天是十五月满之辰，你可曾请到神仙来吗？明天露台设宴，定会有神仙到来，到时大王一会神仙，可以天寿百年。神仙降临，应该有一大臣奉酒陪宴，以示尊敬。需酒量好的方可陪宴。满朝文武，只有比干的酒量好，就叫他陪宴吧。什么？大王明晚要上露台陪群仙饮宴？是的。知道了。是。老爷，为何近来经常长吁短叹的？国事日渐颠危，怎不令人心烦意乱呢？社稷不安，民生困苦，大王还听信妖言要会神仙，此乃亡国之兆啊。都快到一更了，神仙怎么还不来啊？大王要耐心等待，很快就会来的。你这是干什么？群仙到此，大王先不能相见，一旦泄露了天机，恐怕诸仙就不会再来了。言之有理。来，坐。大王，众仙来了。真的。
多漂亮的地方！是啊，皇家气派，皇家气派。听到这厢有礼了，有礼了，有礼了，有礼了！来来来，吃！今蒙纣王设宴，款待先友，在露台，成为后嗣。来，你们也来，快吃，快吃啊！但愿合作千年盛，王姬万万秋。啊，是啊。来吃。传陪宴官上台。传陪宴官上台。啊，请坐啊！哦，先生何人呢？朝歌丞相比干，奉命陪宴。既是有前来相会，赐寿一百秋。赐酒。是。请。谢谢。来。谢谢，真香啊！好，谢谢。来干，请众仙人干杯。吃西瓜。真甜呐！甜。来，好吃。好甜。你来这块大的，这几行啊，给我留点。真好吃啊！神仙乃六根清净之体，为何晦气冲人？请再赐酒。陪宴官站下台去，不必奉酒。是。啊，武成王，武成王，丞相神色慌张。是否有事发生？哦，来，大王选我陪仙人饮宴，谁知所谓仙人，乃狐狸妖精所化身呐！